中国空军网报道，中国大陆空军海军新一代的预警机在试飞。2009年，中国研制了空警200、空警2000款的预警机，而现在解放军现役的空警2000改进的机型也正在秘密的研发当中。情况显示，解放军所谓最新的空警3000的预警机正在频繁的展开秘密的试飞，机身的编号是762，它比起空警2000的技术更加的成熟，而且采用解放军最新型的。整体的性能已经可以与美军最新型的18预警机抗衡，而解放军队最新的空警3000的预警机当中有9项关键的技术，甚至据说是超过了18。